台南往来进入新三期，为着鼓励民众多多品尝当季新鲜的果品，农委会启动凤梨推推推计划，因也区农会响应农委会政策，今日上午办理食农教育相关的课程。因为近期呢是我们的凤梨产季，那所以呢农委会希望透过农会的力量，我们一起来支持国产的凤梨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今天有食农教育的课程，那主要是教导我们的农业推广的干部呢来做我们的凤梨果酱，那也利用凤梨果酱来做我们的黑豆果茶，那就是结合我们的在地的农产品。那另外呢，今天在我们下营的超市的下营店跟中营店，我们也都有限量100颗，就是消费前100名的消费者呢，我们有赠送凤梨1颗的活动。今日活动，农会特别邀请到食农教育老师来跟阿公阿妈做往来果酱，并且利用果酱做出无同款变化饮料，有往来乌豆茶、往来水果茶，也个往来气泡水等等，非常适合热天享用。我们主要在阿公阿妈，我们要来做凤梨果酱，然后来推广我们的凤梨，农产品。那我们的凤梨果酱，我们可以也就是说可以泡黑豆茶，也可以用气泡水。这样子，然后做一些夏季的饮品。我们今天果酱的部分就是我们凤梨要先切小丁啊，然后凤梨跟心要分开，然后我们凤梨心，把它打成泥啊，然后苹果我们也是切小丁跟打成泥的部分，然后才一起下去熬煮。营养农会表示，食农教育的精神就是实在地食当归，保证台南的往来当着时。欢迎乡亲踊跃采购，支持农民的同时，也当兼顾健康。当天新闻网的营养采访报道。